five, six, five in the fluffy. 盖肯荣誉呈现。爱心72小时，这是我将帮助一名因为车祸而受伤的残疾人士彭先生。那我将会策划一场爱心美食嘉年华，时间呢就在10月29号星期六，地点呢就在 Kallang Wave Mall 的中庭广场。你只需要买一本80元的固本呢，就能够享用我在所住味道里所介绍过的传统美食，一边做善事，一边又可以享用美食。爱心72小时，需要您的支持。爱心72小时是由 Silly Posturepedic Support Ultra Comfort You Love Berries 百利国以及新加坡赛马公会联合赞助。